那是和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吗？对啊，无所谓啊。干什么，小莫？你不过就是我请来的助手，没资格管我的私事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这样控制不住情绪，冒犯我，你就走吧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是未婚妻啊，谁怪拦我？你想干什么？都这样吗？还不明显吗？哼，咱俩都快结婚了，还能干什么呢？陈俊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想……还准备什么？3年前就该在一起了，我等了3年了，为了你守身如玉3年呢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，景兰。 我要好好感受你的呼吸，感受你的温度，你的每一寸肌肤。我告诉你，今晚是属于我们俩的。Now night。等一下，陈俊，我今天来例假了。骗谁呢？不要害羞，我会很温柔的。怎么办？如果反抗，我装失忆的事情就暴露了。啊！你。 你这样，你畜生！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。我喜欢。放开我，阿山君，你放开我！张斌。 竟然敢打我！我要报警，告你蓄意伤人。你没事吧？姓肖的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个臭保镖，你敢无视我？我让女朋友现在就开除你。肖木是我的保镖，他只是在保护我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？姓肖的，林岩是我女朋友。 我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。肖木，可以了，我累了，睡了。哎，你别乱来啊！警告你，马成俊，我也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对林岩乱来，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林岩有企图。没错。 我喜欢林岩，林岩，不要脸！你就是个臭保镖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哎哎哎，我明天我就跟林岩揭露你的真面目，啊！你等着啊！你等着！林岩是我女朋友，我想怎么对她。 就怎么对他？这个送给你，你要把这个警报器24小时戴在手上。这个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，里面有个卫星芯片，不管你在哪，我都会立刻出现。你没事吧？那是和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吗？对啊，无所谓啊。
里做什么呀？保护你。我不是你的贴身保镖吗？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随便进入你的房间，强迫你，伤害你。那你呢？今天下午的时候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违背你的意愿。不过什么？我会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。我找你是有正事要聊的。什么事儿？最近马承勋逼得我越来越紧，我又不能和他撕破脸，所以我在想，也许你可以假装追我，或许可以帮我挡住他。你要我假装追你？对。只是假装追你？没错。你让我陪你演戏，可以。既然是演戏，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。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。错了，我昨天太冲动了，但是我是因为太想你了。自从你醒了之后，咱们都没好好的亲近过，怪我太心急了。但是，哎，爷爷，我昨天是错，可那萧默更过分啊！我发现他的野心了，他就对你图谋不轨。哎，爷爷，萧默就是个小人。看上是你林家的产业，所以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你能不能不要每天疑神疑鬼的，天天正事不做就给自己找个帽子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是他亲口承认的，他就是图谋不轨，所以你必须马上把他赶走。赶走他谁保护？你明明都知道之前被别人骚扰，你一点都不在乎。我怎么可能不在乎你？Walk the fire, carry the flames, even in sorrow and all the pain.
I'll be around. I'll be around.